建议哦，如果你假设程式写完哦，还是尽量用 F8 啦哦，你就把它做一个修改。那改的话，记得哦，就是在 R 的后面哦，因为是跨工作表，所以记得哦，在这个追踪你就不能从这边追踪咯，它就变成这样子。本来只要填满到1000的，哇，那填满到100多万，哇，那这样跑，难怪跑不完哦，时间也会拉很长。所以记得在这个地方一定要，因为是跨这个工作表。所以记得一定要在这个前面有没有再加上哪一个序词？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抠过来啊，这个抠到这里就可以了。序词查询对序词哪个才不会出错？那当然，如果你假设一直执行哈，你就可以按 Control Break 啦，把它停下来，不然的话它会一直跑，可能跑到宕机为止吧。这个可能要小心，因为我这个地方嘛，这个地方哦，把它复制过来。OK 哦，这个地方特别注意。那尤其程式撰写的时候，最容易犯错误啊，其实就是因为你有多个工作表，你不是只有一个工作表。所以啊，前面的范例哦，多半都是一个工作表，那当然比较没问题。可是如果一旦你工作表，哇，我们其实也只有三个就已经很容易犯问，那更不要说你的工作表数量越多的话。哦，那跟我们现在还没有跨工作部哦，工作部大概哈，记得这个地方改动一下哦。然后另外的话呢，哈，我们这边有那个就是，有三个题目哈，主要就是在讲，就是说，因为如果你查询像康一夫或者是三一夫或者什么什么一夫哈，它的条件呢，假如说就是完全一样的话，出生格里面是完全，那 OK 没有问题，你就直接去找，把那个条件给他就 OK。但是如果说呢，你要找的资料是一部分，好像我们这边产线人员的话哈，他这个产线的部分哈，其实只是占他的那个，这跑太慢了，那这个可能要把那个 Excel 可能整个他在背后好像哈。它的那个条件部分的话呢，如果我要，你会发现产线有产线一、产线二、产线三，那我只要产线这两个字符合的状况下，那我就要把它加在一起。那也就是说，我要加总，这个得到的结果应该是这个加这一个，有没有？再加这一个。那当然你不可能说你用眼睛看的啦，自己在那边累加。所以如果假设我希望能够把这个得到我要的结果的话，那当然哈，应该就什么等于什么三米幅了。OK，好，这边有三米幅。那三米幅后面的话呢，它会有三个参数。OK，又比 config 还更困难哦。那个它三个参数的话呢，第一个 range 它总共有两个 range，一个 range 是条件，一个 range 是加总，一个 range 才是你要找的那个criteria，所以这个也许哈，请各位试试看好了哈。来，画面先再还给各位一下。哦，所以你会发现哦，那个光少打一个那个序词哦，哇，那结果真的就，对，我先把它强制关一下好了。你不会变，你要土法炼钢了，或者你要排序一下，哦，然后再加总，其实反而 OK。所以如果你不想要动到原来资料的话，那第一个当然插入函数。那它这个 SUMIF 是在数学与三角函数里面的，所以你这边打一个SU 吧，哈，你打一个 SU，然后就有 SUMIF 出现了。然后这个 SUMIF 的话，你会发现哦，它跟那个 CONIF 有点像，有没有？Range、Criteria 多一个叫 Sum Range，所以上面两个其实概念一样，就是你要的条件的范围，我要条件的范围在这里，有没有？那我要的条件，当然前提是一定要产线。可是问题哦，如果你这个地方打了那个产线，有没有？那你会发现哦，这个产线的话呢，就是指的是你这个储存格里面就只能够有产线这两个字，它才会 match。所以得到的是零。啊，sum range 指的就是你要加总工资啦，哦，所以最下面这个就是你要加的工资啦，哦，所以呢，这个地方哈，特别注意哦。康乙福跟三乙福，反正你只要乙福的都一样，你前后一定要加星号。那不过这一题其实理论上应该是只要加后面就好了。
啊，但是其实一般习惯是前后都加啦，因为有一种万用字源嘛，那不管前面不管后面，只要有那个字出现，那个关键字出现的话，那我就帮他找出来。不过你会发现哦，目前得到的结果有没有两就可以得到结果，就是主要是这个万用字源啦、啊、哦。那这个万用字源哦，星号部分的话指的就是字数不限的话是星号，可是哦，如果以后你另外一个用法是问号，问号哎，不过你会发现问号哎，结果一样哎，为什么问号跟星号怎么不一样哦？星号呢就是不算几个字，反正一个字也可以，两个字、三个都可以。那问号的话就是说你限制几个字，比如一个字就一个问号。那如果两个字的话，就两个问号啊。如果两个字一定错了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产线一、产线二而已，没有产线。当然，以后如果产线十一、产线十二的话，那你就可以用问号。OK 哈、哦，所以特别注意这个地方，哎，加一下，我们用星号好了。OK 哈、哦，那你会发现得到的结果就 OK 了。所以关键的地方就是这个啦。那另外还有一个可能要注意的哈、哦，我目前这边我其实是没有加一个等号。不过哈、哦，以前有些版本好像你不加这个等号，它好像会出错，这个等号。所以之后也许你们看啊，如果假设你没有加等号 ，OK， 那你就不用加。可是哦，如果假设你会发现你输入了星号之后，结果还是不 OK 的话，那你可能记得哈、哦，这边一定要加一个等号。哦，这个等号。我以前都有加啦，不过我后来发现新的版本好像没加也 OK。正能性吗？对，它不用加，因为加这个等号感觉有点怪怪的。哦，但以前的旧版是一定有等号了，按确定，啊，答案就出来了。好，那请各位试试看哈、哦。那至于那个 VBA 部分的话，那我们下一次来看哈。啊，007、009啊、011这个衍生性的题目哈、哦，我们下一次哈、哦、再玩。好，那。OK， 好，试试看好了。